50岁金曲歌王严咏能在舞台上突然倒下，工作人员赶紧冲上台。 往前就倒一下，躺下去就没有动，我以为他是那个什么癫痫哦，结果他不是，他是都没有动。现场一名妈妈刚好是医护人员，紧急 CPR， 还有人在旁边煽风，不过严咏能送到医院仍旧不治。我们2年前老师也做过心脏的一个造瘘手术，连续10天有6场的演出嘛，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？ 太过操劳了，弹着乐琴，关心土地。严咏能上个月才到高雄静思堂参加打狗梳洗宴，医师说心脏出状况，其实都有征兆。胸痛、胸闷是比较常见的，像通常会讲说是运动后的喘，出力运动会。 比较容易会喘，比较典型的话，有时候还会冒冷汗。医师提醒，预防猝死也要注意三高，并养成好的饮食及运动习惯，才能维护心血管健康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